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被灭了族的奴隶罢了。干！他们都不是奴隶。青阳才是大家。说蔷薇皇帝为了救下蔷薇公主，牺牲了10万人的性命，终于攻下了阳关。换作是你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会。或许政治永远就伴随着杀戮，但这不是鬼神想看到的结果。 我们生在这乱世，有太多的无奈。这就是战争。有战争，就会有人牺牲。谁也左右不了。可我不想有人死。世子固执了。杀了秦无义，杀了离宫，城外3万雷骑必反，天启城必会化为一片血河。鬼臣不想再看见无辜的人死去了。我以天区大宗主之名，命令你们所有人，把刀放下。 如果杀一个无辜的人，能救千万个人的性命，大宗主会不会杀了那个人？不会。在这个世上，一个人的豪情，却要千万百姓付出代价。鬼臣看倦了流血，也看倦了杀戮，所以必须阻止。他就是个傻子。 任何人用天下苍生这句话来骗他，他都会相信。哪怕是我们运气真不好，在战场上同归了，不是一件坏事。你才是那个最固执的人。世子虽然年轻，倒是心怀天下。